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点滴。24日，他则透露他有一个好友，两人从国小就认识，友情维持至今已经31年，对方几乎没下厨过。结果他刚刚滑到他脸书，看到了一个茄子火锅，而好友则在内文写下第一次买花椰菜跟茄子，接着还叫了外卖的火锅搭配这两样菜，并将大量的茄子放进火锅煮。但没多久，好友却发现茄子变得不一样了，惊讶直呼茄子怎么会变色，让张琪慧哭笑不得，表示我觉得茄子才被你吓到，为什么要把它放进火锅煮？笑说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有人把茄子当火锅料煮。虽然甘明好友很呛，但对方是一位很优秀的瑜伽老师，同时也不忘跟好友喊话，表示下次不要再把茄子放进火锅煮了，实在是有够有趣的。